对，可是他有 bug， 根本就没办法。嗯。要不就是显示不对。那你的嘞？你的正常吗？我的在开之前，它就是充电状态。这里的感想，粉粉松松平平大大，一些素素。下面书写者比较多一点，上面就即使缆车在排队当中，但是雪道上就这样了，就随便你逛。这是可以进去的啊！不知道大家去了哪里？去中间小花点中学，所以就是这个的下车以后，我也只能花这啊。那这个的下车以后到正中间这边来了。你说他也没有办法更高了？那车下车在上面，你可以去接那台没来动，可以接那台就可以往上爬。那也只会往上到那个而已啊。到拱多少站下面而已，但是没办法接到那个，没办法接到比拱多少还高那个。你要去山顶，很黑，很不是很黑，很雾了。嗯，现在又变黑雾了。对啊，所以要不要去这个再接高一点，再好下来？都可以啊。右绿，好，来去滑一次。
的小山谷，等一下可以去玩玩。什么东西都回不来。
旁边。嗯，应该是啊。你看这个人，他的左脚右脚滑的方法不一样。他的右脚滑是这样打半弯身，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，他会稍微扭一下铲。欠我们没滑到，我们滑过红嘛，也滑过黑嘛，嗯，绿刚刚滑了嘛，嗯，然后这就是一直会停下来的缆车，嗯，这个缆车的左边就是那个小山谷，哦，那很气。然后先来看这个黑我们没滑过，还有最右边的黑我们没滑过，嗯，一直往左靠滑那个黑啊，深雪林间，会不会很恐怖啊？不知道啊，那就靠那边滑滑看吧。所以先升雪林间，还是先 Merchant。 Merchant 有小山谷啊，去 Merchant 啊，而且他没有说升雪，可能比较安全一点啊，尽量靠右滑，靠右滑。高度会不会错过？应该不会。
树啊？啊？很稀松的树。不知道啊。就这样滑吧，反正我们都没看到树。对我们来讲是安全的吧？嗯。你又撞那个人家了。就是现在看下去，我们没那么厉害嘛，但是我们一直很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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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不知不觉就下去了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哎呀，那里可能要稍微左拨搭一下这样子。啊，要走这哦？我没办法，你还可以换，你可以横切回去再来。我也可以直直横切上面那个，要挺一下。你不要撞到树就好。横切的话，速度就不会太快了。真的。什么啊？就是选好自己的路线，横切就安全。就出去。冲力就会偏上来，像我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切回雪道，我选那一根，我切过去，应该是吧。那小山谷要在更前面，所以就不知道他刚画那条在哪啊。哦，所以我们还不够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是。
下下就觉得嗯这样不好，就这样子啊。要扶你吗？嗯，我想要用爬起来的比较。会不会陷下去？不会不会，这里。我没有看到你怎么了，我在慢慢的下来。嗯，所以是走这边就是小山谷，右边就是。哦。对。你怎么了？嗯。是有一个断差吓一跳吗？也没有，就是扭了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哎、欸。就是觉得嗯，这个我想要转板改个方向，但是这已经转不够了。嗯、那就卡进去了。哦。哦。嗯。哦，要直冲吧。这里啊。那里有个黄标是什么？有人在哇哇叫。我觉得那不是我们的那个黑色。右边还有啥线？嗯，它有个黄色标志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滑过的黑线是在这一个绿线的更那边，所以这里确实滑到了这个黑线。真的吗？对，但是右边为什么还有一条路我都不懂。那个是更山上下来的吗？再去看地图。不是滑雪场，那就不要吧。他警告说那不是滑雪场。嗯。
只是说滑最左边那个黑线，我们不是没滑过吗？哦哦。然后下去的时候还可以顺便看看要不要。右边好天了。哎呀，实在是。去看要不要坐左的。从中间树中间逃过去的方法，那里好像有个逃生通道。什么东西？逃去隔壁的红线啊！树太密了吧？去看看啦、啊。其实这就这么一小段。那、啊、就下去啊。就是大腿。右边好。大腿很酸，之后下去。拍个照吧。哦。猫有啊，又长又大。乱拍一通，都最近都不知道在拍什么，因为真的觉得，真的就觉得来这边迪斯科，如果除了看羊蹄山，我就觉得风景好美。现在好像还是有可能看到一点点。你看我们现在能见度有两三，有五公里了吧？你说很远。可以坐缆车。好，不需要坐缆车。你想要走那边哦？我觉得，对啊，我觉得那边比较好哎。好，去啊。这边没有这么深啊，对不对？插上去了，插上去了。要不要斜斜的就下去？什么斜斜的？往里
不是很多，我都很想拿 iPhone， 不是有那个可以拍可以算这个角度有多大吗？你下去了吗？冲哪去啊？我膝盖扭了一下，膝盖。膝盖，膝盖扭了一下，膝盖扭了一下。到雪堆里去了、啊、没有会会会就安心啦、啊、雪很多
your cooperation. The Annapurna gondola accommodates 4 persons. We ask for your cooperation in sharing the gondola with others here. If all riders in the gondola are families or groups of friends, you may get up to 6 persons in the gondola. マスクの代わりにネックウォーマー、フェイスマスクでは必ず鼻と口を覆ってください。アンヌプリゴンドラは4名乗車です。滞納用かとしていますのでご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なお、家族、クルーズでの乗車の際は6名全員乗車です。Please wear a mask.Alternatively, if wearing a neck warmer and face mask, please ensure that it always covers the nose and mouth.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ooperation.